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结果，大家日子有办好吗？好。下礼拜一，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住的家，好不好？有预计要在哪里吗？啊？没有，现在问我，我不清楚。结果。姐姐就是在要走的时候，她有录一段音，她有说她是特别强调她是基督教的，所以我们会请牧师来，然后帮她做一个祷告代祷，用追思的方式。那最后的录音里面有没有说特别交代什么？二姐最后有，其实我有跟她讲到话，二姐最后跟我讲的是，主要是说叫我帮她照顾两个小孩，然后照顾爸爸。然后他很对不起爸爸妈妈，就是大概这样。跟弟弟知道吗？乐乐其实知道，那个他蛮聪明的。然后昨天他好像就有搜索那个，他在看 YouTube， 他平常都会看吃播那些奇怪。昨天他就搜索自己用语音吧，然后去查那个二姐的名字这样。然后我就叫他不要看，对。姐姐，你开始要特别交代什么？其实他最后两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我都有去陪他。其实二姐已经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意识了，讲真的。然后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也握着他的手，他握着我的手两个小时，对，然后只是看着我而已。然后他说，他有跟我讲说他有心愿，可是他讲不出来。我们全家人都很伤心，可是要一定要坚强，因为爸妈。生意这么大，而且前一阵子他来中风了嘛。讲真的，对姐姐来讲，可能是一种解脱吧，真的是一种解脱，因为他最后真的很痛苦。然后爸妈不放下，家人不放下，他都不舍得走。真的，在最后，爸妈没有说放下的时候，他不走了，就是直到爸妈真的说放下了，他才真的离开了。全家人状况都不是很好，都不是好，也都没有吃啊。不要担心爸爸了，因为他回家量血压，他的血压还是蛮高的。昨天血压好像快200了这样。我们下礼拜一就是会开放追思，然后大家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